捐款是天上农民大同度，桃园市农业局同桥市合作，同桃园采体小农同农会界组织农产品，桃园受桥市当中用转去上架，桃园内本行卡当年，看到桃园就一个农体山。3、2、1，桃园活动展期正式开幕，该红的农产品都是采体农民的心血。每大部按用来增加农民的销售贯通，就比较新鲜，对，然后比较安心，可以让我们直接面对消费者。那再来就是因为我们直接送货到丰康超市，所以对大家来讲，其实整个的一个就是宅配销售的费用都会大大的降低。哦，你要动工咧，唔是本盘上啊，各方面都会传家一熟。哦，你要对农民来讲是在系当好一只方式啦，吼。桃园市政府要拜托采地的农民、农夫，韩国有名的连锁超市来合作，甚至呢，桃园好农村区各地民众买采地是当归。所以说，我们对于桃园好农这个品牌，我们希望说真正能够打响，让在地的超市卖在地优质的产品，一方面吃到最新鲜、最当季的好食材，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也减少碳足迹的排放，啊，对环境也是一个贡献。桃园市农业局的强调，饮食主题明度先松，韩国连锁超市销售应该稍后来会规划同国泰同都、韩国国土服务企超商合作。而实质好农转企，韩国持续推出促销活动，我哋行销桃园一定增加农产品，核心温度很特，桃园波涛。